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我这沙漠玫瑰，我差点看成沙漠死神了。我就说我们这边这把也没狗头啊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天地间，岂能御狱九居人下？ 来把炫金吕布。看到对面冷了，立马进野区。哦，野区里面还有，那算了。龙的传人只能说这次模型重做之后，让龙虾瞬间翻身。 增加了一点点特效，还没有了辫子，最大赢家，瞬间又可以再嘎一波了。一个皮肤10个炫彩，一个炫每个炫塔单独拿出来卖一下。我到之处。 这边下路上线慢的，瞎子也是下半区开的。 瞎子过来打。 不过他征服者不一定打得过他，一定要有血量优势，这血量可以。能给本将军把赤兔牵来吗？等下中距离一 Q。 中距离 EQ 是最好的，小刀吧。这个近距离跟远距离都比较难中，最关键的话，近距离的话还会多吃一下塔。这瞎子反应还挺淡定的，他不慌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 看一个人水平怎么样，你就看他思路。第二点，看他临场发挥是怎么样。这一个人如果他思路对了，反应又快，他就是个高手啊。多了4个刀也就一足矣。上路拼一下，他没野吃了。 他只能回家了，他第二轮也刷了，他要回下半区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
这边抓吧，我们下路有钩子。你这来脸上留人了，你这太夸张了呀，他没闪现了，闪现勾一下，哎一下一颗钱，打一下 Q。 再杀一个，我升六了。我到之处无人能挡，他不来就算了，回家买波装备了。吃完这个上河蟹升六级去反他冷。我们这打法的话不能断节奏，一千的话就买小刀，一千二就提阿玛特，七百就双残剑，一千三就残暴。不要卡装备，能出什么就出什么。本将军把赤兔前来吗？不过都一定要先和这个蟹毒。直接去他蓝吗？下在 F6 他 A 了个视野，那这波能反得到他。他下半区也没了，就剩一个蓝 buff 了，应该是，不然不会去打 F6 的。那他打了 F6 还剩一个石头人，三蓝也没了，他应该要打虫去抓下路来蓝吗？那我等他，他没野吃了 ，Q 发了，进不进来看一下。先别急，给他摸眼。他把 W 给了，直接 Q 了，再 A 二。除非能给他瞬秒了，不然等他先开 W， 再抓不下来。别急，等拉克斯出 Q， 直接跑了那就 Q 吧。大道生于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高升文员，出击！这瞎子只刷一组野，还没升六。不过他有组蛇了没打，他这会儿在打红，打差不多了。别带着本将军先。先抓波单枪了。他没来超冲，再打蛇人，打完他就升六了。抓波中等个大来。接大。啊，刚好。他的下半区刷了，他会来下。嗯，算了，不烦他了。他有大不好杀的，等出蟹毒给他瞬秒。他要是来河道可以杀一下，看他来不来送。来送了。绕圈打身位一圈死不了，硬杀呀。啊，这虚弱拖了我有点久。没事，我这个蟹都出来了，蟹都出来就不缺伤害了。给这亚索打的还挺积极的。尔等把貂蝉藏于何处？
这蛤蟆都没打，下次肯定再上了，直接越了吧。这拉克斯没虚弱，这沙维拉推线有点慢，算了吧，我去反他三蓝了。等他们出来，他们只要出来我绕后他跑不了，好的，石油轮的 TP 漏石头，那先杀 AD 吧，摊了个皮草，摊出事情来了，没事，送对面一个，免得他们投降了。打完架还有大的，我也没想到啊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穿甲瞎子，他在打蓝，这不，他眼一般都不会拿来做保护眼，直接进来就好了。瞎子的眼一般都是拿来留着摸眼用的，他就算会做保护眼，都是真眼，真眼我们能直接看到的。所以打瞎子进他野区就这点比较好，可以长驱直入，放心大胆一点。等一下女枪了，他已经到了，怎么不出 Q 啊，先上女枪吧，这女枪伤害高，再 Q， 等一下技能了，别急，等个亵渎他就死了。哎，再 EQ， 再亵渎 A， 就拉上。嗯，又是大招，每次大招我都给他秀烂了。这波细节已经很到位了。让他先把他拉到草里面来，这样可以卡视野，可以先手 A 他一刀，而且又等到亵渎了，这斩杀线就高了一大截，多个普攻加亵渎，三路塔都是残血，上剑买了，直接抓下叠的比较快。一龙两凤，给他烂个车吧，不然他要耍脾气了。瞎子应该走了，
损了这么点血，感觉杀他比较费劲。待会儿他闪进厕所的吧，他移速不可能这么快啊，感觉他应该是给闪的。左右两边刚才都没看到他，对，这亚索挺会的，起码有个小国标啊，他有特殊的上分技巧啊。大仗生于天地间，欲与九天下。他过来，直接 Q 我 R A 亵渎。啊，就出了一个铁板靴加 E， 就这么肉。所以出这个护穿就一定要拉满，尽量给对面的护甲穿到零。这种非线性的，他只要有一点护甲，你这护穿打他就不怎么掉血。先把冰刀买了。对面护甲挺高的，这要这下子这要排眼，那你死了，救一下疏通寒道，伤害冲击。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不要逼我动粗行不行？来个三步上篮看好了。哦，这么快、啊！能给本将军把赤兔前来吗？回来一下。他大步流星不好，三步灌篮、啊，得卡视野才可以。他这 W 属实跑的有点快、啊。瞎子就不一样了嘛，直接 Q 上 2A 给他秒了。所到之处无人能挡，久居人下。隔壁有人在，我听到了天音波的声音啊，等他打完石头人该上路了。你们怎么没听到？可能你们是龙的传人听不到吧。这瞎子用的龙虾，右边还有个石头人在啊，没血了。
再来把小刀。被包围了。哎，我死了就别打了，走了。三杠五，四杠五，三杠六，没一个正战绩的。哎，他踹人的姿势都变了吗？这一脚还挺潇洒的。等一下，我没到，我们刺客不要站正面，我们站侧面，伤害给他们后排，他们要去抓沙弥拉去了。我们三个可以打到了呢，他们没状态，可能要抓着沙弥拉。索尔，他也去带去了，这宫本不听话了呀，叛逆期到了。他去送了，哎，看来是我平常跟他说话太善良了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，对面 AD 不在，跟他到，没有吗？算了吧。没惩戒，主要是有点不好搞啊。大招呢，莫菲特？不是你他妈的，你冰心大有这么慢吗？我感觉这屌毛一直没给他，反应有点慢的。我感觉我一 Q 过去他就大我了，你看看看看。再追就不礼貌了。不适应了，时间大，直接减速一下，黄金圣盾减速，直接 EQ， 加个天崩地裂。怎么这队友都没点数字吗？这以前这么C带他赢，他肯定是满屏的那个什么，是不是？一点正反馈都没有，要不是这把感觉有素材在，我直接给他点。真的是人心不古了呀，兄弟们。
我的队友在弹幕上是吧 ？OK 的。你的努力这么积极的玩，他一点正反馈都没有啊。那你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再换一件，来个板甲。主播好好玩，翻盘了给你送飞机。说实话，你这飞机我不是很想要啊。我突然有点没那么想赢了，我还差个红药的钱。这能枪人呢？盾弓难枪。点了点了，发起！我可能在这种地方倒下，怎么发起不了啊？铁板靴加盾弓。老找个石头人干嘛呢？我对这个石头人没什么兴趣，我去找他们下路玩。看到这个线有车在，估计有人要来吃了，谁来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一定会有人来啊。后面还有一波线呢，还有个车。我等到花儿都谢了，有个大招可以反杀这个瞎子，等他过来。小兵卡了 Q， 什么装备啊？15，我说他不可能不死啊。15日炎铁板靴，铁分奴，这么想上分是吧？是把分给你。他刚才一直在流血，其实不应该管他也可以，不用搞这么刺激。这么想上分这个装备吗？来个人帮我扛一下，可以打大龙的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不是他，亵渎纯肉没伤害呀。下次要卡草来吗？
响银不要龙吗？大龙也不要，待会这小龙也不要，等一下龙魂了，龙魂也不要，要不然基地也不要吧，下巴也不要吧。我觉得去当代比较好，正面他们的控太针对了，待会被大就被秒了。先退一下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。这种时候直接带比较好，敌进我又退，敌退我又进，我把下波线带过来。敌进我又退，我才上去了。待会龙魂先说，这石头人不在，两个脆皮 OK， 有眼在，我有绑甲，扭掉了。我有板甲，你能追得上？能给本将军把赤兔牵来吗？我要回家了，别来别来！我这波杀了一个，拖了两个，队友四打二都没打过吗？别带着本将军闲逛，加点吧！盖帽。他又补了个锁子甲，多少甲了？我看一下，下子有点夸张了。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欲与九曲人下？塞拉斯怎么都打不动石头人，他没魔抗他呀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溜得挺快的这男枪。不管我拆基地了，来了他们，来我就走呗，这边没影。不好带这样子，这龙魂团比较好。但有点难抓对面当，哎，刚说完来了。他跑，一大波僵尸正在接近。来个龙魂加大龙嘛。
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看得出来主播没想赢，你的意思，你的主播不跟队友去送，这叫没想赢。每波作用都有，该杀杀，该猜猜，龙也控了。待会跟队友送完之后，你又要喷，啥屁话都让你这种人讲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讲。这边这个时候轮到你去，这边不是找死。是吧，当代才是最稳的，抓当才是最稳的。有人要来了，一把溜换点位。好像没人管我，真拆基地了。一个框住两个，一颗拉开先，躲个大招。你再追我，你死了。肉也不是这么玩的。你一颗再秒出来，无视的时候能硬拆了。全杀完了，就剩一个基地了，冬兵也没了，待会六个超级兵，蛇人没伤害的。大拇指黑子说话，赶紧道歉，不然给你分了。谁不想赢啊？赶紧给我说话，你这边团这把能赢吗？就这种队友，就对面这个阵容，你能赢吗？谁不想赢？你跟我说一下。这把去团时候扔一个大，我们瞬间没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赢不了，知道吧？